孙水龙一死，咱好像失去一个讲话伴，大家拢安尼惦记之咯。莫非哀伤少了一个好友，而是悲痛一个世上少了一个见孙翠而善良的好人？其虽已凝固结，不知有幸呀。但日子总是爱过好，为做压力强攻的，可是如此。只该好好理清这一切咯。从小无忌当年之生，其所以自甘抱歉，原本对你我仍有恨意，但后来了解这一切另有阴谋，我就慢慢对你淡了仇恨。抱歉，独是抱歉，也是冥冥中自有安排，注定应验尊佛当年之意。我以他有再临之恩，已救了我一死魂魄，将我安稳在灵州点定之中。我随山水龙的脚步，以铜铃之间逮捕京都回忆其中的贵族一员。原来山水龙一直收集回忆，不要原因是为这，伊所以收口如瓶，也是怕坏了天数，所以选择秘密行凶。怪我那时也对苦口相逼，但真是太心急好有你的血路了。原来你有这段回言，但说起错事，当年心门羞辱，以及你是温雅说少，引后了暗色疑问之真相，至今仍未坠落就出。也是你疑问我好友南乡文所问，并非如咱所熟悉的那样。此为何意？我之配将终于转求他人，事后想来，在我被误会那之夜，他以我守门为乐，守门特意想为我施展情况，我不以为高他配将，也是同时在他手巾之中便仍有先机，以一些时地之后，我竟敢替了英雄，对他有了侵犯，那是龙权的突然攻击，仍让我百口不辩，到底最后你我之误解对决。所以你怀疑是因为主谋，强非不是主谋，亦应是帮凶，目测原也率手乱断。这，你说一。咱总算弄清楚当年这一切了。将我心定下。等一下，我问问伊，伊怎会晓情不凡的剑将呢？伊说伊对伊妹有超乎之情，也是他用失了时间，请暗号。心不悦，剑之处，我弟弟心中只有，放心吧。我会尽力替你护关，剑意所归。多谢。啊，清楚要欢乐，不清楚嘛欢乐，人生艰难啊。如何？情况虽然无恶化，但却难以根治。你当初也中了此招，是怎样解开？如此动作非常麻烦，也要用非常久的时间。看来我来定是邂逅，剑子先不碎去了，你心胸之胸暂时无性命之忧，都是无欲天所有变数。胸情听水起码你打算转一班，要查清真相，只有再度前往心中寻找路。一条是我君兄，你要七小王一阵不拥护我不生，我君兄此行低调要七小王，只好无兄其他的变数。一定是前辈真厉害，
人的无相，岂免别发众生也怎样？别发众生，岂免中原人各东西使用精灵以人作为祭祀之地，让我非常纳闷。而且他之过错，可轻是多说一面，多说一面，没有所闻，也难怪你无听过。因为因是最早以精灵天下有接受的人类种秘籍。不分上何方敌人，让欢天了解真相，那是一场最残酷的战会。一面红会，万木从移。小奴请开门一见，两位贵客请进。这位小童已经心中下降，你明白，这便是当初造成溪流岛之祸的源头。这，所以这股力量便是来自北极小星。